我感到很失望，你还是选择了打麻将。我很恐惧，我到时候又要因为你的错误而负上责任，我觉得你是陷我于不义呀、啊，陈美玲。我告诉过你，你之前生命有危险的时候，上天帮了你，我也帮了你。但是你完全不爱惜自己，我完全一整年我看不出你对自己的健康付出了些什么。太吓人了！我需要一个正常人做出正常的决定。我希望你可以真正好好的反省一下。啊，这是一个控诉性的律师，可以让你思想中把你一些塞了的脑袋可以打开来。你一天你的思想没打开来，你往后的日子不会好过的。这么严重吗？好可怜，天哪！哎呦，我的天哪！